这么抛尸，向天女散花，扔在全省哪哪都是。那现场呢？俩被害人被害的手都穿着冰刀呢。就是他。这就是梁志军的媳妇儿，三个人的死都跟这女的有关系。这女的谁跟那谁倒霉？就是在陪这个活死人。 追求我不喜欢的人，我是来帮你的。